交往这么久了，对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吗？不是，我的腿拢崩起来。你也醉到疯癫。然后啦，哦，不这样哦。我们到底喷到什么啊？你今天不用戴帽子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因为你很方便。可以，你可以先摸我的手吗？嗯，好嫩哦。你是关西摸骨的。那好，那你可以再碰我的身体吗？因为今天是，我被你打到了啦！你真的打到了。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叮叮咚咚。接下来要拼演技，演技啊，演技演技。我唔拿高音，个高音。哎呦，一直用最高标音的，最高标音。但是口语规定唔系 English， 是由许孝顺先示范。哦，好。啊，你不要那么。你讲啥？啊，你外在卖。直接弃权。你有喜欢跟那个刮了皮的冬瓜演戏吗？对，你现在孙哥先演一次，我看三种不同状况嘛。那边帅哥人唱歌也好听，谁啊呢？不是啊，对啊，这边是啊，我这边管理最好笑的。这边帅哥你来谁啊呢？阿贺，卖相给卖相给。我先演，我先演。你先去正中那边。好好好，去正中那边。对，第一段，第一段，第一段。哎，你讲到哪里来了？你两个先啦。对啦，你两个够大啦！哦，你看洪佩宏哎，那像我叫黄佩华，你看是不是画面很好看的碰哥？好，知道了。你有点太黄了。你走人啊，安尼啦，来，请下请下来哈。现在都是男女要出去约会的情形。约会，这对是纯纯的爱，纯纯的爱。头前跳一个所在是，你要给招入去那间啊？哦，那间是啥？厚德路吗？或者是摩德路都可以 ，Hotel and Motel， 在你大概听有就好啊，哈，纯纯的爱变哪招？哇，一白白，两个都很纯哦，一白 ，Camera， 中音，嗯，哦，这个日子，今天的日子方便吗？什么东西？这哪有纯？好远啊，方便什么啦？他进店的啦，哪有纯？对，有结合方。方便吗？有时候他很愿意，但是不方便也没办法。所以你们说，你们在跟外星人了，不方便吗？哦，你安尼就明显嘞，你。好的，纯纯的爱，纯纯的爱。伊要招你去，你是愿意，但是别那表现那个纯纯的爱。伊要开门啦。啊，钟英，嗯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其实我一直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讲起。那今天刚好散步已经散到这里来了，前面。你有看到那个霓虹灯，香香细细，好像在对我们招手。接下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看火车都开走了。你是说那一间理发厅哦？你要剪头发是不是？不是，再过来一间，再过来，快过来这个。再拐一间。丢丢丢。哦。7-Eleven。来尔富。蛮不要紧，咱先去遐买一个物件，再过去隔壁一间。哦。那多的可以要这小架子，上面有一些，哎，阿卡安装什么东西？一些是什么？口香糖啊，没有啦。其实你这样再问我，我怎么才不要那跟你讲啊？钟喜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。你要说什么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姓陈，叫年人，叫成年人。那他有来吗？就下面穿黄裤子那个。真的？哦，没有啦，狼灾哦。我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想吼，我们这中秋节了，有没搞啊？那是不讲，看到月光光，心慌慌，正是下手的好时光。我知道。月光光，正是下手的好时光。你愿意吗？嗯，可是我妈妈说啊，说在陌生人面前不可以把衣服脱光光，但是你可以戴帽子啊。为什么要戴帽子啊？你们认不出来是他。如果戴帽子不方便，你可以穿袜子。回去跟妈妈讲，我还是有穿着东西的。我表妹说，都不要穿，就不会被看到了。就不会被看到小裤裤了。我卡，非常的精彩，扣给你找一个大眼。来，男主角换人，徐富改进就位。我的天哪！哎，刚刚纯纯的爱 ，Part 2，Camera。那个。
月光光，心慌慌。咔咔咔！你一开始就月光光。他没开始先讲嘿，你也讲嘿嘿，偷情的无嘿啊！预备。你看我这个话可以啦。开门。不是，找一张，找一张，刚刚不是这样子的。纯纯的爱，纯纯的，对对对。我看到他就存不起来。你还没有卡起哦。预备，开门。纯纯的。钟意。跟你交往这么久了。你为什么一直戳我的手啊？因为我会紧张啊。你有看到前面有那个有发亮的地方吗？哦，有霓虹灯的地方。嗯，对。然后就是，我朋友跟我说一句叫做什么"月光光啊，心慌慌啊"，就是什么下手的好时光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月亮真的出来哦，月亮出来，你看，连月亮都见证我们的爱情。真的。那你觉得今天是不是要来点不一样的？是不是要圆满一下？嗯，怎么样？因为对啊，交往这么久了，对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呢？不是，我的嘴拢碰起来，哪有？我不要，你的嘴拢碰起来。哎，然后啦，哦，不这样哦。我们到底喷到什么啊？你今天不用戴帽子没关系。真的吗？因为你很方便。是蛮方便的。卡，好，演得非常好，可以吗？来，请回。来，下一位。这痛哎，这样子请这位。汤姆现在痛苦，不是痛苦，好痛苦。来，第一对演完，第二对，这对是媒妁之言的，是讲恁是媒人做做亲情，所以今天是洞房花烛夜，所以无熟识，从我见面到对边啊，迄个哈。安那开始哈，安那这段唔对，伊都 A 片呢，洞房花烛诶，咱是爱看咧，哦，偷情尔啦，不应该后边，偷情尔啦，不要乱讲 ，A 片卖得很好，叫麦片，纯纯的爱来，看好哦，哎，覆盖，赶快纯纯的爱吗？不，这是没说之言，都是无熟悉，今天个洞房花烛，一百，干咩啦？你到鬼屋哦？很高炸啦！哦，高炸！啊，你安尼我是把它按落来。哎，别！看那东坡花椒右边就一个人在看嘞。来，开门！哎呀，老爸老母的决定，今日事实袂当来反抗。今日第一摆要跟我来，我的车主要来见面。啊，你来呀？哦。哇，够直接。是，我来啊。把你掀开。哎呦，这你还漂亮，我唔知道这个诸葛亮适配你不？不敌牛将，何时出兵？啊，出兵是啥？出什么？出兵是出刷，还是？哎喂，出兵不是吗？出兵不是那个？黑高渣人爱看文啊，出征啊？哦，出征啊？哦，出征，你也叫文啊？哦，派谁？找个人，出兵，出兵跟一辈。不敌牛将，何时出兵？出兵哦！嘿，你还讲兵多牛角随时应战。兵多牛角随时应战。嘿嘿，啊！突然间你放一个屁哇！哎呀，不敌牛将，后山带有地雷火炮。哎嘿，小金丢啊！所以那个先放个屁。卡！啊，你在？是是。哎，你记有条不？我蛮爱讲讲话嘛，当然啊，要文言啊，这文言这古早的时阵，这个时代就是爱吼，讲话爱吼较文雅，较气质的。不假，那是偶像剧，你即马是歌戏啦。哎，当变宫廷剧。古董啊，古董。来啦，来啦。啊，我要开门啊。我再问，再问。一百，没说之言，开门。哎呦，你来呀哦。唔知我妈妈介绍，唔知我妈妈帮我带什么。新娘回来，啊，不过看到伊的脚，足水的。歹势，你叫什么名啊？你讲啥？我叫江永琪。啊，永琪。嘿。那我现在可以掀起你的头盖吗？盖头啦。啊，盖头，对不起。你拿起他的头盖骨嘞。我还头盖嘞。你是医学院的呀？盖头，盖头啦，盖头。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的。但是要掀起来的时候。我不是长得很好看，所以希望你不要吓到。导演，我刚刚有讲这种话吗？没有。我也说我长得很难看吗？没有。你不用讲啊，因为我融入嘛，融入了，对不对？
喂，那个妈妈说的亲事我们都接受，不管你长得圆的扁的四方的我们通通都行的。那我先可以，你可以先摸我的手吗？嗯，好嫩哦。你是关西摸骨的。那好，那你可以再碰我的身体吗？因为今天是我自己打到了啦。你真的打到了？哦，你不丢了，他真的打到了啦。假戏真做，重点是后面那个文言才重要。文言很哦，你先头盖，好好。哎，那我先要被很厉的头盖哦，盖头啦，盖头。好，你被官爷闹了。好，哇塞，哇，原来你就是我的安塞呀！文言，文言，文言。已经不低牛囝，何时出兵？出兵啦！哦，出兵！你这你何时出兵？牛囝随时拢会当出兵。兵多牛就随时应战呐。哦，兵多牛就随时应战。不不。好啊啦 ，OK， 掌声鼓励。好来，无赶快体验嘛吼。嗯。好来，第三队友请来。搁看下，搁一个咧。好，搁一个，搁一个，就一个机会。哦，是哦。好，这是较简单咧，现代青年男女速食性的爱情，就是讲。哇，我唔是洞房哦，我嘛会使洞房呢。洞。你袂晓，还我袂呢。好啦，看你要安怎实在你啦。唔是啦，你是。什么啦？你是英文嘛？迄个速食式的，就是迄个。就足紧的。嗯。足紧的速食嘛。预备，开麦啦！你要食泡面无？水素食哦，啊！你水唔多爱烧，哎，我水烧长长滚啦，哎呦，我来滚开啊，对不？啊，啊，你话叫我来去，我就洗好啊。哎呀，卡紧咯，小紧，正紧正紧，啊，你小紧哦，别别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是关键关键，素食就是安尼啊。啊，这个头前你的模特有啥物无同款？无同啊，连你头前讲只久只去咯。头前个电啊会，啥物啥物啥物是对一些有哦，你都要记无？啊，你头头我只拍过算盘呢，快快点来，你开门啦，预备，开门啦。嗯嗯嗯嗯嗯，拢无讲，一句都无讲，小劲啊，真好啊，我好加青菜。来，看你要经验多少？哎，恁在你演啊？预备备，开门啦！哎，您这么是咧打棒球比暗号呀？跑跑啊跑跑啊！我讲话比较快哈，这个比较适合他。对对对，我比较喜欢这一种的。都不要文言文了，不要啰嗦了。